好啦，我们预习完直线的斜率之后呢，现在我们预习直线的什么？直线的什么东西？来，宝贝们，直线的什么？直线的方程式。好，方程式啊，直接告诉你，在统考上啊，我们最后表达成这个叫一般式，可以吗？或者是叫斜截式，OK 啊？好，那我们其中算的话，就是只要会这两种点斜式，算成这里，OK 吗？然后整理，或者用这个是算成这样，OK 哈？大概是这样呀，用这个去整理完的这个，或直接算完这里。好了，首先我们先来一些基本的 concept，画图来，画一下图哈。好，假设 y 等于 x 的话，对不对？好来，你零的时候代替零，一的时候一，二的时候二，三的时候三，四的时候四，对不对？请问这时候做完之后，你画一个图，然后回答它斜率是多少？好，画个图哈，来，宝贝们，来画个图哈。No problem，OK、okay、啊，来来，有问题吗？来弄好它哈，来画个图，耶、yeah，No problem，有没有？好啊，来啊，你看它、啊，来，点到零的时候零，对不对？一的时候一咯，二的时候二咯，三的时候三咯，四的时候四，对不对？好，点点点，应该它有负嘛哈，我们都画下来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好，这个叫 y 等于 x，对，之前学过嘛哈。好，请问它斜率是多少？怎么看斜率是多少呢？来，眼睛看，瞄一下，来，观念会不会观念？来，用观念来解题，来，怎么解？你看观念是，你有假设这个 a 了，好不好？a 到 b 好了，OK 吗？你看啦，随便啦，a 到 b，每升上两格啊，你上升两格，对不对？这是要 delta x 啊，这 delta y 啊。每 delta x 上升或下降多少都好，每上升两格，哎，每又两格，上升两格，所以它斜率是一啊，所以它答案是多少？一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、哦，每这两格嘛，这两格每往又两格往上就是两格，OK，2/2，所以斜率是一咯，好不好？来，再来，有同学说老师，你多举几个例题好不好？来这里，y 等于 x 加一，好，一样。x 在零进去，一嘛；x 在一进去，二嘛；x 在二进去，三进去，四进去，五点点点，哇哦！啊，前面也点点点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再来画图，画图，画图，画图。好来，好了，好来，哇哦！来整理稍微整理一下啊。嘿嘿，来，no problem 啊，来，好，怎么画呢？来，怎么画？来，怎么画？来，零的时候一嘛，零的时候一，对不对？一的时候二，二的时候三，三的时候四，啊，就这样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画，这是直线的，画下来，对，好啊，这个直线名字叫 y 等于 x 加一，好，它斜率多少？怎么算？来，一样哦。我先随便啦，我一格往左，一格往上多少一样啦哈，一样啦，OK 嘛？你看啦，假如我这个叫 A，这个叫 B，好不好？用直观上啊、哦，每往左一格，对不对？往右边叫正一嘛，它就往右边一格，对不对？所以斜率多少？delta x 每多少？1/1等于多少？一，对不对？所以斜率也是一，这告诉我们什么东西？这告诉我们，你看哦，以后你不需要画，什么都不用，你只要会知道，给你这式子，你只要认得这东西，y 等于 mx 加 c 啊，y 等于 mx，y 的系数一的时候啊，x 这个 x m 啊就是斜率，有没有？y 等于 ex 嘛，所以斜率就是一，有没有？y 等于 ex 加一，它斜率就是多少？一，有没有？啊，只要长成 y 等于什么 mx 加 c 哈、啊。你这个 m 就是你的直线的斜率，OK 吗？直线的斜率，宝贝们可以吗？好啊，金鱼可以吗？阿娘，可以哈。还，圣贤呢？对不对？还有灵狐，你可以吗？灵狐，啊，可以哈。来，好来，这里。一样来，猜看，来这 y 等于 2x 对，斜率多少？来 y 等于 mx 多少？2，可以吗？
是 y 等于 2x 加1斜率多少？2啊，直接写2就好了，OK 啊？有同学说，老师，我不相信，你画图给我看。好咯，画给你看咯，0的时候带进去0，1的时候带2，2的时候4，3的时候6，4的时候8，对不对？好，不相信就不相信，我画给你看，不要说没有。你说老师，你吹牛啊？你是炮王啊？是不是？错，哪是炮王？我是句句属实哎，什么炮王，对不对？对吗？好，来画画画给我们，画给大家看啦、啊，兄弟一场，不要说没有了啊。哦，来兄弟一场，来，好啦，零的时候零，对不对？一的时候二，哇，二的时候四，三的时候六，哇哦，好，这样画下来，五、哦，这是多少？y 等于 2x，不，你看嘛，好，随便抓两个点了啊，抓这两个点了，只要这是 a，这是 b，好不好？你看啊、哦，好，你看啊、哦，来注意看，注意看一下，对不对？你看啊、哦，没往左，你是不是这样流程？你没往左一格，往右边叫正一嘛，往上是这两格，对不对？每走一格，你往上一两格，OK 吗？所以答案是多少？二咯，有没有？所以斜率是二，OK 吗？No problem。哎，斜率是这样啊，每横的几个，每横的往右叫正一，上就是正二咯，哈，实际上是正这个嘛，上两个。好，同学说，老师，你可以再讲吗？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不要说没有啦，哈，零的时候多少？一的时候三。二的时候五的时候五，哎，三的时候七，四二八九，啊，讲了我都头昏倒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昏倒了啊？来，对嘛？是不是啊？好，来，注意啊，来，再试啊，来，一样啊，来，零的时候一的时候三。二的时候多少？来，二的时候一的时候三啊，二的时候一的时候三，二的时候四五，对不对？三的时候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哇，不能画就这样啊，来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个 y 等于 2x 加一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随便抓两个点哈，你坐这里，老师，我喜欢这个点 A 点，这个叫 B 点，好，可以来。A 到 B 是这样，你看嘛，先横的多少？两个，啊，直的画几个呢？一二三四，直的四个咯，对不对？二 over 四嘛，正二 over 正四等于二，有没有？是不是？是的。好啦，好，你就练习看看吧。下面练习自己搞定啊，来，我要讲话是讲这个呀，就讲这个呀，好吗？好，他就叫你找斜角系，根据斜角系，什么斜角系呢？就是 y 等于 mx 加 c，这直线的表示法叫斜角系。根据这个把斜率算出来，也就是说长成这样子，然后把 m 找出来就对了啊。好，这个比较 tricky，我先讲这个，它是 y 吗？不是，它3y，所以大家要除以3嘛，对不对？对呀，所以斜率多少？来，斜率多少？斜率等于多少？y 等于 mx 加 c，所以是。三分之四咯，可以哈。同学觉得太快的话或太慢，你自己快转或慢转，可以啊，这没问题啊。好，就这样了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来试试看这个。好啊，给你两个点啊，来，给你两个点，找到直线方程式。好，什么叫点斜式呢？刚刚我们学过嘛，y 减掉 y 一等于 m 的 x 减 x 一，好不好？这叫点斜式。可以啊，跟斜角式不一样嘛，斜角式是 y 等于 mx 加 c，对不对？我不管你怎样啦，你不管再怎样啦，你永远要记得要有什么斜率，要有什么斜率。为什么我们从头到尾都在算斜率？难道吃饱没事做吗？错，就吃饱有事做啊。好啦，不管你怎样嘛，对不对？来，一样来，先算点斜式啊，点斜式 x 一 y 一，x 二 y 二，好来。第一步，我先算斜率 m 等于多少？来，m 等于 y 二减 y 一哈，over x 二减 x 一对，y 二减 y 一就是负二减三，四减掉负一，计算机按下负一了哈。好，第二步嘞，
斜率算出来套径是 y 减的 y 一等于 m 的 x 减 x 一哦。好 ，x y 一就是三咯 ，m 是负一咯 ，x 减多少 ？x 减掉负一 ，OK 嘛 ？x 一 y 一是零哈，来整理一下，负 x 加一 ，y 减三等于负 x 减一。好，考试你不要只考到写到这里啊、哦，你要把你 x 加 y 减二等于零对不对？记得啊，在考试中啊，再讲一次啊。在考试中你最后的直线方程式要么只有两种而已、啊、你在统考上两种表达是要么是什么 AX 加 BY 加 C 等于零，要么是这种呢，就是我们的一般式 OK， 要么是 Y 等于 MX 加 C、啊、就两种而已、啊、你的表达 OK 吗？在统考上 UEC 你的答案最终要写成这两种直线的答案，要么这个要么这里，不要写其他、啊、OKNo problem， 好了咯，同学说老师你可以继续讲吗？好，讲哪里？讲斜截式。斜截式什么也是一样，不管怎样有讲过斜截式就 better 嘛，你永远要先算什么斜率，斜率多少 m 等于 y1 y2 减 y1 x2 减 x1 对不对？ y2 是什么？哇，负二减掉 y 一嘞，三，再来，多少？四减掉负一，计算机按一下啊，负一对不对？第二步嘞，好，所以它是 y 等于负 x 加 c 对不对？斜解式是 better 嘛 ？OK 啊？好 ，y 等于负 x 加 c 怎么办？好好，这时候你随便带 x 一 y 一进去嘛，带这点进去嘛，对不对？负一三嘛，哎，这是 x 一 y 一哈，带进去咯。三等于负的负一加 c， 所以四等于 c 咯。好，所以都好 ，y 等于多少？嗯，负 x， 哎，是吗？哦，正一移过去变二，猪头，我错啊。y 等于负 x 加二 ，OK 嘛？这整理一下。好，另外一个答案是什么？另外一个答案就是这里咯，有没有？用点心 OK， 一个是这样嘛，这两个是一样的哈。好，最后不管你的表达就是这样，表达是用这两种，我不管你中间用什么方法算，最终你要嘛写成一般式，要嘛写成斜解式，就这样表达哈。好啦，哇，同学，我再讲最后一个了，这个东西呢偷笑啦，练习式偷笑啊啊，你要做哈，这一样啦，这 x 一 y 一有斜率，这偷笑了 y 减掉y1 等于 m 的 x 减掉 x1， 这讲屁话知道吗？5的 x 减3有没有 y 加2等于 5x 减15，好，一来一去 5x、减 y 减17等于0咯， OK 啊，就这样耶。好，这个答案就是这样， no problem。 好，同学说老师斜解式嘞，开玩笑，斜解式我就算给你嘛，因为通过什么？因为通过三负二对不对？这 x 一这 y 一带进去哈，负二等于五的三加 c， 负十五负十七等于 c 啦，所以 y 等于五 x 减十七一样啊，整理成这两个都一样东西 ，OK？ 好，这题就到这里。